现在那个金融时报也透露了，他说普丁在莫斯科号被击沉之后放弃追求和平的外交手段，对不对？改而占领更多的乌国领土。一开始或许说在基辅的战事受到影响的时候，他开始说打打谈谈，可是我那时候有讲过，这只是一种战略方式，对不对？他用战争跟威吓并进的方式啊，所以才会有布查惨案。大家都觉得说，哎，布查是因为俄罗斯军队走了之后，大家去看了之后才发现，不可能啊。布查里面的军民这么多，对不对？难道而且他通讯是畅通的，难道他不会告诉你说，俄军现在正在屠杀我们的百姓吗？他一定早就知道，所以当俄军一离开之后，泽连斯基马上带着一堆国际媒体就进去里面布查去看了嘛，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俄罗斯当初在屠杀的过程之中，就是要让你乌克兰看能不能害怕缴械这样。所以普丁一开始的时候，他的如意算盘是什么？大获全胜。就是我进攻你之后，我军队叫大丁立马一起尊，你乌克兰会不会马上举双手投降？那我就扶植一个傀儡政府之后，变成我的附庸国嘛，对不对？而且就是把你的乌克兰当作我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啊。可是后来普丁发现说，哎，这个战事打下去是焦灼的，对不对？而且接着更夸张的是什么？莫斯科号，哎，这件这个莫斯科舰这个被乌克兰击沉哦，真的是对普丁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致命打击，你知道吗？为什么？哎。我这个象征性这么大的一个船舰，竟然被你两枚飞弹，而且还是你乌克兰自制的飞弹，对啊，就这样给我打沉之后，那普丁的面子当然挂不住嘛，对不对？我号称我北海舰队里面的旗舰指挥舰呢，对啊，就让你这样一打沉之后，你觉得普丁现在有可能松手吗？更不可能了嘛，对不对？而且这个战事的话，对普丁来讲，有一个他为什么不能松手，你知道吗？第一个就是说劳民伤财，我现在死了这么多的军事官，对不对？对。那以后而且战军将军死的还不少，对。真的。对啊，那我觉得说战死的这些军人，我要怎么交代？对不对？对。你美塞公人，你这个如果现在就松手的话，我们要讨一个公道或讨一个那个回来的话，怕不透哎哈。这个他回去的话，他无法对国内的统治权交代，对老百姓交代嘛。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现在就松手的话，给西方国家看谁小了，对不对？你俄国以后未来的国际地位就开始动摇嘛，你号称不是第二大军事强国吗？所以他现在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嘛，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再讲一下好笑的哈。现在不是说之前那个什么莫斯科舰被打掉，为什么说被他乌克兰一直拼命在这个议题上面发挥的，包括他们的邮票有没有？哦，今嘛的公莫斯科舰被击沉纪念了，对不对？哦，大家买回来收藏。那另外一个现在更夸张的是，你看乌克兰把这个莫斯科号有没有打沉了之后，他现在登记为什么乌国第2064号的水下文化遗产，好，对不对？他国防部还在脸书上还贴文哦，很好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他说此处可以欣赏到著名的巡洋舰沉没到黑海的海底量。哎，讲的是事实啊。对啊，那没有错啊，很实在。那问题是，他现在申请文化遗产的话，文化遗产它最主要的一个条件是，你要在这个水下存在要超过100年。对，所以我们现在那先抢先赢。对，那100年又再申请看看嘛，对不对？那可是俄罗斯现在很紧张啊。他现在怕机密外泄啊，因为我讲说他是旗舰指挥舰，上面有很多黑海舰队，还有武器部署的一些机密资料嘛。对的啊，之前不是更讲说里面还有两颗核弹？对啊。这个很危险哦，这个如果到底是核弹，如果在里面破掉，核污色污染的话，那就假来的哈。所以他们现在派了一个叫公社号的那个什么潜艇救援舰。你不要看这呢，这个舰2015年的时候才过百岁生日呢。今天用百岁人类啊，你派人类来打捞，百岁船队哈，船队。可是为什么这个舰很厉害，你知道吗？这个舰到目前为止的话，你知道它的船是两边哈，这样两条用四个那个航架把它连接起来哈。你知道这个船为什么100年了还可以在架高波头岛？你知道？100年呢？对，100多年哦，还这么会厉害，因为它当初在做的时候叫做一种。他用一种特殊钢叫做普提洛夫的那个特殊钢制，所以它是超强抗腐蚀哎，所以这老黑啊吼，金骨骨就用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腐蚀的问题啊，你知道吗？我刚才不是讲说他讲个船体嘛，他每次进去之后开始救援潜舰的话，就是下去，因为他有一个探测舰潜航舰吼，可以潜到1公里以下吼。这是无人潜航器哦，也可以潜1公里，就1000公尺下去之后，探寻海底的东西之后，如果发现潜舰发现怎么沉在里面的东西，
他不止救援潜舰了，他是沉船他都可以救。为什么？他可以捞起来，他可以举重举多少，你知道吗？可以举起来1000公吨的东西啊！哦，哇，1000公吨的东西。所以当然了，所以一定要派这些老黑亚出去嘛，对不对？而且你知道吗？他现在其实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在黑海舰队里面负责他，因为黑海舰队俄罗斯有6艘潜舰啊，对，进行一些救援跟紧急的任务了。对，好，那我们就讲说哈，其实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为什么俄罗斯最近又普丁又下令一个事情哦？嗯，他说下令调查什么？英国是不是派出特种空勤队叫做 SAS 有没有？对，他协助乌克兰。哎，他派的才，我之前有讲过啊。其实从2014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个 SAS 就一直有30个常驻在乌克兰，训练他们很多的那个战技战术。那为什么俄罗斯普丁要这么紧张？你知道吗？也不过30个人，20-30个人呢。哎，30个人就厉害啊！你如果真假？你如果听过他的战机标炳，你就知道说这30个人万夫莫敌。哎呦，难怪把普丁吓破胆。对啊，为什么他现在是这个 SAS 是世界上第一支，也是现在排名第一的特种部队啊？这么厉害？对啊，他1941年这个是从英国伞兵部队里面调集的很多军人，有没有？他组成那个时候只有65个成员。你知道65个成员在3年的第二次战场欧洲战场的时候，他潜入敌后战机机场基地也破坏，有没有？完成200多次任务哦。而且你知道吗？把德军的那个战机300多架摧毁，哎，真的身经百战呢。对啊，而且战功彪炳。而且你知道这65个人有没有在3年期间俘虏啊、杀害啊，或者射伤有没有敌军的德军呢？哈，23000多人，23000多人。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个叫做万夫莫敌的世界一组啦，对不对？太厉害，他才几十个人呢。所以他当初你知道他在北非战场那时候不是德国那个隆美尔那个陆军统帅有没有？他要占领整个北非地区有没有？你知道那个派 SAS 去，他们是用吉普车哈，横越沙漠，而且横越之后竟然把摧毁60多架的那个德军战机，哇！那你知道 SAS 死多少人？2名阵亡，才阵亡2人，对，而且3辆车破，就是被炸毁这样，就这样而已。哎，竟然可以搞掉人家60几架战车，所以你知道那时候隆美尔啊，那个沙漠之虎，哎，他下令哦，他说跟 SAS 交战的话，我不要俘虏，就地击毙，我不让他们留活口。你看，不能留活口。所以你看，从此之后 SAS 没有办法在公开场合露面，就是因为当初下这个命令嘛。那普丁会不会？难怪普丁下令彻查惊死。对啊，他如果有证据的话，会不会就此就下令说，就直接击毙，不能留活口。拜托，俄军现在已经伤亡2.2万人，还想击毙人家？对啊，所以我就跟你讲，包括福岛战役啦，包括什么1991年的波湾战争，SAS 都是潜到敌后，进行破坏，把所有的怎么飞毛腿飞弹的那个机库、那个储藏库啦，什么东西啊，全部都给你捣毁，而且设定坐标跟标准的那个位置有没有？提供给美军或者英军的轰炸机，所以他那时候才可以精准轰炸嘛。那你说这个特种部队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我要举一个例子，1980年4月30号到5月5号，英国伦敦的那个伊朗大使馆，他不是有6名恐怖分子持枪攻占，而且挟持了26名人质，有没有？哎，这样谈判谈了很多天，对不对？可是这恐怖分子武刚的给小，你知道？把一个人质杀害之后，还从窗户就直接把他丢在大马路上。哇！那英国人看了，而且每天都是电视在转播，你看到讲人质被杀害要直接丢在马路上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英国直接下令啊，陆军啊，就是那个政府就直接下令说，强力强攻，不用再等了，就直接攻进去。所以这个 SAS 的话，17分钟攻进去就花17分钟，把这5个歹徒全部击毙，所有的人质毫发未伤全部救出来，你就知道说 SAS 为什么会造成俄罗斯普丁这么大的恐惧，就是从他的战功就可以看出。